Hello， 大家，我回来啦！我是猫和你都想了解的秋刀鱼。今天呢，我要做一期原创的动漫主题下午茶。这期的内容不仅丰富，而且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。先来看一下我的设计图吧。这个是一个脆皮巧克力慕斯，它是根据男主蔡月卯设计的。这是一个热血小青年的角色，所以慕斯的中间是一个红色的夹心。这个是一个香芋塔，它是根据女主艾米莉亚设计的。这个呢是一个柠檬蓝莓慕斯，设计灵感来源于拉姆的头。这个是一个巧克力马卡龙，它取的元素就是奥托的帽子。这个是一个椰香慕斯，原型是大兔。这个是一个奶油羊角酥，设计这个的时候我基本没有费什么脑细胞，看到碧翠丝这个发型我就觉得简直太像了。这样是不是更像？这个蝴蝶糖霜饼干最后的用法是很可爱的。最后是四个超还原的糖霜饼干杯子蛋糕。那么现在就开始，先来做一个三个甜品都要用到的杏仁蛋糕底。早上刚起来感觉人都是懵的，再做两样东西我就恢复了。这个杏仁蛋糕比较干，但是干呢就意味着它可以吸收很多水分。这是一片充满柑橘酒香的杏仁蛋糕。下面来做巧克力慕斯，然而这个巧克力围边真是让我尝够了失败的滋味。这个巧克力配件就是男主衣服上的这个图案。第一个甜品完成，下面来做这个超简单的兔子慕斯。可爱吗？没有想到冷藏一晚上之后这个眼睛就褪色了。别说这个颜色褪的还挺好看，眼妆和腮红都有了。然后来做杯子蛋糕。下一个来做糖霜饼干。这次我还是用糖霜转印的方法。我居然到现在才发现我做成镜像的了，我待会儿还要重新做一个。糖霜是非常脆弱的，我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其实我手都有点抖的，我可不想再做这个了，这个太费时间了。
烤好的饼干上涂点糖霜，把它粘上去就好了。给大家比个心，重新做了一个，这个就正了。最后用色素再勾一下细节，下一个来做柠檬蓝莓慕斯。这个酱好香啊，柠檬的味道特别舒服。巧克力把这个糖霜小花粘上去，本身它这个发带中间就是有黑色的，所以我用的黑巧克力。这个紫色的花背后也是涂了巧克力的，不然糖霜放到淋面上面分分钟就花了。下一个是马卡龙，我要调一个浅绿色，一个深绿色，还有一个黄色。你说奥托你吧，什么颜色帽子不选，偏偏选个绿色的。下一个来做香芋塔，这个是我觉得本次下午茶颜值最高的一个甜品，把它静置一会儿，现在它里面的面筋正在放松。最后一个奶油羊角酥，
完成啊。这个蝴蝶饼干我专门改了一下尺寸，让它正好可以卡到这个杯子上。欢迎来到魔女的下午茶。弹幕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个甜品，你觉得哪个最好看，或者你觉得哪个最有趣，我们来投票一下吧。这个兔子是慕斯不是奶冻，所以它没有想象中那么 Q 弹。哇，这个慕斯太棒了，吃到嘴里像是带泡泡的棉花糖。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一键三连哦，关注七分甜的秋刀鱼，以后还有更多有趣的视频。